Hello， 我叫幼鱼，今年23岁，我来崇德莴苣已经2年了。为什么会选择莴苣呢？是因为它离我家很近，然后运动设备呢也比较齐全，让我有良好的运动品质。而且我也蛮建议购买教练课的，因为这样子在运动上比较不会有运动伤害，在学习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崇德店的教练，我叫 Cindy。那跟幼鱼配合将近2年的时间，对他的训练主要是多功能，还有腹部，还有臀部。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训练要以全身性为主，再加上女性 care 的肚子还有屁股，所以我们训练会着重在这3个点。